一切恶言拢是虚言的。咱都、就是看到魔王婆孙，看到提婆达多，看到六坤比丘。我伫经上甲咱讲，遮个做恶的人，反对以释迦牟尼佛的人，破坏佛法的人，拢嘛是大观示现，毋是真的啊！提婆达多经内面释迦牟尼佛讲，提婆达多对地狱咯，在地狱内面呢，享受比天更加快乐。伊也是咧搬戏的啊，是咧表演给咱看，甲咱这个凡夫的人讲，业障无消尽，业缘中。归是有的，佛若实现这个业缘，教导咱要安怎伫这个业境啊、恶缘这环境的内面，去成就家己道业，做予咱看啦。讲呢？咱不容易去体会，咱亲眼看到了，这些里面才真正学到物件啦。表演予咱看的，阿尼斯，咱伫这里面感悟真晚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